嗨，我是郭，现在要为大家呈现的是创色彩妆。首先，我先会为我的上粉底。抛在我的身需要再加一层，再多一层水，用打圈的方式，打圈的方式又要把模特的脸把多余的水分排除掉。现在我们修饰模特的脸型，现在开始上颜色，眼睛部分我们打 eye base，eye base 可以让颜色加强颜色的效果。现在开始设计眼睛的形状，首先我们用 eye gel 来设计所构思的形状，打蒙部分，眼尾部分打蒙。勾画出所需要的设计形状，在眼角部分，眼头，现在在眼尾的部分加红色，强调加一点青色来强调，补回颜色。然后闪回蓝色，然后用白色的 cream 粉底 cream 的 color 颜色在眼尾的部分，用点的方式加强你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再画下眼线。画较粗的眼，在眼角加深青色的眼线，眼影粉在下眼线部分，青色跟蓝色的配合非常深，更出色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加假睫毛，先放下面部分的假睫毛。首先我会加黄色在眼下方，然后再用橙色在黄色下部分下方。口红部分我是用比较浅的颜色。彩妆完毕，谢谢观赏。